AISF 的观众朋友们，大家好！大家好，我们是来自中国的音乐人，我是张子薇，是于子君，我是郑闯，非常高兴能有荣幸参加2021亚洲音乐节。就是接下来这首歌，就是我们在节目中所创作的，我们三个人一起的一首歌，名字叫做《长夜》。这首歌讲的是马儿在黑夜中奔跑，去追寻自己的希望、想要的东西，追逐太阳的这么一个故事。谢谢大家。快到了，快到了，快到了。